っちゃ懐かしい。ムーザーミーフェンタン、ゼイジャーハウス、ゼイジャーハウス、ゼンダ。おぉ、2点半、ワンサン、すごい。早上4点半開始。那么快。以前、我印象是下午点開的。现在4点到2点半。宵夜的好吃店。清原できてるし。ヤマト宅急便を見つけました。おあー、ルーチャーだったところ。あれ、ここにジャムヤができてる。移動したの。ここの台南のいい麺も美味しい。あー、ジャラ風になってる。リンハオがジャラ風になった。買収されたからか。懐かしいなー。綺麗だなあ。あー、くしくし。チャンバーを見つけました。ムーザースーちゃんに来ました。ムーザースーちゃんは在全大附近、全大附近他们有卖很多衣服啊、食材啊、吃的东西。这边的炸鱼也不错，炸鸡也不错啊。好怀念哦。然后这里是スーちゃん，ムーザースーちゃん。然后外面是这样子。好热闹的，还有放的冬粉的。跟以前一模一样。早上我再卖一盒200，三盒500，会不会太贵？不会。哦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。好怀念的啊，这个他们也最好吃。回来了，我的第二个老家的感觉。文山区木栅新光路一段这边附近啊，真的这个味道，哎，这个味道真的啊，好怀念哦。好热闹的市场，今天礼拜三，礼拜三也有这么热闹。两个一百三，两个一百三哦。你好，懐かしすぎる。是我想去的地方，不是木栅市场里面。我想吃的是椰汁鸭肉饭哦，椰汁鸭肉饭，鸭肉饭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我在大学的时候通常吃的鸭肉饭。哎，一年一年，好了，那个庙应该该散了吧？该怎么讲？该变了一点。然后这个也不错。
常怀念呢。这一家有站长来过，那吃重点是不是？重点是鸭肉饭哦，老板，老板，一只鸭肉饭，啦啦。好久不见，吃饭吗？吃饭吃饭，当然。我原来想要下午，但是现在有空。耶、yeah ！外带的便当，鸭肉便当，一个继续点餐，面的汤类啊，小菜啊。对，好，那今天便当这就好了，去结账100块。好了吗 ？OK。这是你家的啦。哦，现在五点开始吗？五点、啊。五点开始哦。我想拍功夫，功夫的。我也现在接鳗鱼，这样。是啊，你也会切哈、啊。我想学习怎么切。哇，好漂亮哎！我看老板的手就知道这个超好吃的，对啊，也是给人家复评的很差、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哈。上品上品 ，YouTube 也很多 ，YouTube 也很多。对啊，我的影片里面也很多，所以不要理他们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那头壳太皮了。对啊。那他妈。老板做良心的 啊， 啊老板做良心事业、哎、台湾最好吃的鸭肉饭、嗯、我有去过北港，北港北港的鸭肉饭、嗯、好吃，当然好吃、嗯、但是这家这边好吃，比较好吃。谢谢你啦，你都不会嫌老板不会嫌弃老板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老板好。谢谢。每次来这里，老板给我很多。哦，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啊。我也想要买。我还有一件。真的吗？可是你不能上班穿啊，上班就被老板打屁股。打屁股。我在家里穿，在家里穿。老板请我喝，每次请我喝汤，这么多料哎、欸，真的，超好吃的。加啦，一只鸭肉花，我的最爱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嗯。好好吃，嗯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如果牙齿僵住，好。啊。好吃。好吃。好吃哦。哎。哇。欢迎朋友。嗯。啊，我去。四个便当的走了吗？走了，走了。这五本的。对，现在是来套餐，都五本。哎呦，上这么多。大户哦。没啊，大户哦。
回超早会起来啊。我估计我看一下是连四个人要吃。还有在讲猪肝粉吗？完美的。嗯。你的被装好吃。不够再装。真的吗？美味しいです。业绩鸭肉饭吗？看他的兔子就知道。很多呀。吃太多。我也吃太多。怀孕了。好吃哦。我搬到中山区之后，真的很非常很少来这里，但是想念中山繁水，想念老板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来木栅一定来这里吃。看一下这个这边。餐具要记得。还有那个什么陀螺仪。嗯。绿绿，好久不见，绿绿。拜拜。再次。お尻、ピグ在哪里？在这里。これはお尻ですか？鸭肉的。鸭屁。鸭屁股。鸭屁股。好吃的。鸭腿。鸭腿。腿。对对对。然后鸭。是的。Yummy yummy。Yummy yummy。颜色真的漂亮。